他很厉害耶。咻一下，我们又来到了第二天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人还在 VIP Barber Shop 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辣妹洗头计分版。不知道的人呢，一样哦，去看上面的影片。那我们第二天呢，一样会评分。那究竟第二位小姐姐是谁呢？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啊？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你好，哦，你好，你好。这边小姐姐真的很多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老板很会找哦。很好奇哦，等一下呢就找机会来问一下他的个人信息。哎、欸，我喜欢他刮胡子，哎，就是很舒服，哎，因为我就是常被刮嘛。那他的顺的那个方向啊，跟手法跟其他小姐姐不一样哦，应该比较干净哦，而且舒服呢。Banana, because massage the dog. Yeah, 真的很棒。给他按摩真的是一个享受哎，哦，那我可能要把前面的姐姐的分数调整一下咯，因为这个高分高分。哇，被顶滑、啊，就好，马就好，嗯。
不会不会，很好。哇，他踩耳超赞的，他超仔细耶，满分了，满分，感觉满分，太棒了。那我现在一定要帮大家问一下这个健谈，然后呢服务又好的小姐姐的一些个人信息哦。Amden 垃圾。UK，YUKI。哇哦，哎，他真的很会聊天，而且很照顾人哦，我真的是大腿哦。And how new do I'm a Pongdui and La Masa, Banamre. Oh, so I'm a Mo. Oh, 很厉害哦。因为第一次嘛，所以呢，强尼就帮大家问一些比较好奇的问题。M 狗板摘遮。没有，骗人。我应该得敢乱用空狗板摘。哦，I'm new 啊。哦，working every day。哦。OK， 大家可以来认识他啦。他刚刚哀怨的眼神哦。M sing your mind。哦，唐伟模还没背，是射手座的小姐姐啊 ，easy going 啊，那跟强尼果然合得来，难怪那么爱聊天，很棒很棒。大家如果来，可以送他生日礼物哦。他会弄一下弄一下这样子。觉得他做事蛮认真的，就是都很扎实。哦，有客人，我们小声一点。帮我穿衣服啊欸，他这个流程比较特别。
小北，哇，他很厉害。扎实啊！真的很舒服，被它按过之后，哇！那这个就是第二天在 VIP 体验的，是新的小姐姐 Yuki 小姐姐。那美貌的话呢，她就笑口常开哦。那可是呢，就是我保守一点，给个4分。那按摩的部分呢，因为太棒了，我直接想给满分，但是因为感受上的程度有差啦，所以呢，第一天小姐姐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调成4分。洗头的话呢 ，Yuki 小姐姐也是不错，不过因为她可能指甲的关系有一点点力啦，但是呢，整体是很棒的。感觉也非常好，就是很会聊天，很会关心你，而且笑口常开，而且呢，哦，他掏耳朵，赞赞赞。好了，那就直接给到满分5分。记得第一个月的阿金小姐姐的程度也是如此厉害哦，会不会胜出呢？如果胜出的话呢 ，Yuki 小姐姐就有机会跟阿金小姐姐 PK 哦。那就请大家赶快期待下一个小时的第三部影片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